So we come back to the class. So we just derive basically starting from this Maxwell equation, taking curl on both sides, and exchange the order of Navier and ddt. Then you got into this consequence. So then using the vector identity we just derived. So you can write the left hand side into two terms, right? 我刚刚讲英文，好，所以。 对不起，现在大脑运作有点秀的这样，所以呢，在真空中的时候，divergent 一事实上是零，因为没有任何的 charge， 所以这是零啊，零取上 gradient 当然还是零，所以第一项基本上是零。那在这边的话 ，curl B 事实上它就等于 one over c square， 然后 dE dt， right？ 那你把它带进来。 那很简单，符号跟符号消掉了，你把它整理一下下，哎，你就发现了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你就发现这 electric field， 它确实是满足 wave equation， 而且这个 wave equation 就默默的藏在了 Maxwell equation 里面等你去发现，这是第一个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开始写下来的这个 Maxwell equation 里面，它其实偷偷藏了一个 electric field 的什么？ The wave equation， 那你今天可以回去哦，从另外一个 equation 出发。如果你今天从这个 curl cross B， 然后等于 one over c 平方 dE dt 出发，两边同时取 curl， 你最后呢可以推导出来 B field 它也满足 wave equation， 而且事实上是满足一模一样的 wave equation。那个 wave equation 它有个重要的常数，那常数告诉你说这个波本身的速度是多少，那个速度刚好就是什么？ 就是 c， 所以它真的其实事实上就告诉你了，就是在这边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谈到电磁波，我们谈到的是电场形成的波叫电波嘛，磁场形成的波叫磁波。好了，就是电波跟磁波它们传递的速度都是一样，可如果两个波它们事实上都常常在一起出现，然后又传递速度是一样，你大概会猜想它们应该什么，应该是有关系的。 应该不是只是这样而已，可是在这边至少，你已经学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小看 Maxwell equation， 也就是 with a little bit help of mathematical identity， you can actually dig out the embedded secret message hidden in Maxwell equation that there are actually two wave equations embedded in the Maxwell equations， one for electric field， one for magnetic field， and they share exactly the same speed。 That is the speed of light, see, in vacuum, 好吧？所以你要看一下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可以发生，然后这个应该是你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就是我们所谓的不需要介质，然后就可以传递的波动。那你去看一下，这个其实事实上就回到了，就是说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的一本书叫《庄子》这样。好，那不知道就是说，就是当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相濡以沫"的两条鱼。 我小时候看到这个时候，就觉得说哇，庄子一定是嘴巴跟我一样贱这样，才会想到这种很奇怪的例子。那"相濡以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两条鱼，反正就这样，就快死了，然后就看不到有人来灌水或干嘛。如果你是那两条鱼，你会怎样？如果是一条，你悲观于就是说啊，我猜我们大概就快死了，然后怎么说，就讲这些让人家很沮丧，就不能好好死的话这样。然后另外一条鱼很显然就很有创意，就说就这样。 让我们发挥一点想象力，想象力跟创造力不是很重要的特质嘛？你看，这个就是很优秀的学校，像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鱼，然后就说这样好了，我吐你一口口水，你吐我一口口水，其实是蛮恶心的事情哎。然后，可是他就说，可是我们用一下想象力，你就可以想象我们俩好像是相约在东海这样悠游自在两条鱼，那我是一直不知道后来这两条鱼怎么了，对，然后，所以这两条鱼呢，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 electric field 跟 B field 这样，你去看一下鱼，本来其实可能在水里面才悠游自在，然后你今天只剩下两条鱼这样，然后他们要彼此活下去的意思就是说，这条鱼为什么可以活下去？它的水是怎么来？另外一条鱼的口水吐过来的。那它为了感恩，就把什么就把口水再吐回去这样，然后他们就吐来吐去，吐来吐去，于是两条鱼就怎样？
就可以快乐的悠游自在的，好像活在汪洋大海里面这样。哦，这个是在完全没有外界的水底下，鱼可以悠游自在活着的办法。And it turns out 那样的一个机制就是什么？就是电磁波发生的机制。你去看一下，就是在没有任何的物质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说，电场的来源事实上是什么？是电荷。那磁场的来源是什么？是电流。所以你今天在真空中既没有电荷也没有电流的时候，你会误以为说，哎，最简单一个答案是电场跟磁场都是零。这确实也是没错，这是一个答案。可是这不是所有的答案，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答案。为什么呢？因为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如果 B field 变动的话，那 E field 就怎样，就可以不是零。所以意思就是 B field 变动，翻译成刚才的中文的意思就是逼这条鱼吐口水这样，然后于是 E 就可以活下来。然后因为 E 活下来，所以 E 如果也可以变动，意思就是 E 也吐口水的话，那 B 也可以怎样活下来。那一件神奇的事情是，电场跟磁场的口水是无穷无尽的，哦，所以他们就可以这样互吐。所以你可以想象吗？他们就像两条鱼，然后从太阳出发，然后就是哇，前面是很辛苦的，因为中间没有任何传递的介质，我们要怎么横越这个真空呢？他们就互相吐口水啊，哦，然后就快乐的传递到就是地球上面，然后你晒到就很温暖。所以你下次再碰到这个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是很令人感动的事情吗？就是两条鱼就一路吐口水，辛苦的吐了8分8秒钟，然后以超快速的方式才到达地球上面来的。That's amazing！ 你这辈子我跟你打赌，你绝对没有这么棒的朋友跟你讲，就是一起互吐口水，然后旅行这么久的阶段这样。所以你每一次晒到太阳光，你都会很感动才对。你们根本不知道光走八分八秒钟是多远的距离，对不对？啊，还记得一下，就是以地球的整个周长，如果你把它拉直的话，光一秒走完还剩很多，对不对？所以八分八秒事实上可以做很多很多，就是对光来讲，它就可以走非常非常远的距离这样。所以这边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了解物理理论的 power， 就是在于这么大的尺度、这么快的东西底下，其实如果你了解它的整个机制的话，哎，你就可以看到光怎么传递。所以这个其实事实上是一般你看到的，你其实不是很特别 appreciating 的光，它其实就是这样传递的。所以即使在没有任何介质的状况底下，光还是可以有一个 non-trivial 的 solution。 OK， 所以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message 之一。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在什么地方，如果它的 divergence 不是零的话，那是有电荷不是有电场。对对对对，那这样比如说这有个电荷，对对，你觉得呢？答案是会啊，是会被影响。可是一般来讲，就是你带的电荷不是到很大，如果到非常大的话，就会被影响很严重。对。哇，就是 that would be very complicated， 因为你可以这样逆过来想，就是你的手机怎么会接到天线呢？你的手机上面其实事实上就有一些电荷，这样，所以它就无中生有了。那这不是很神奇吗？所以很显然，电荷可以影响什么？电磁波啊，因为它可以怎样？它可以产生电磁波啊。那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让你很震惊的话，你就再逆过来这样想，今天有电磁波过来了，你就把你手机拿起来挡一下，它就怎样？它就接收到了电磁波，它就响了，然后原来电磁波大部分就不见了，所以它也可以怎样？它也可以消灭电磁波的啊。对，很抱歉把你们平常打手机的事情讲得这么神奇，这样啊。它其实事实上是很神奇的，只是你们都不懂这样。可是它那个电荷弱的镜子，它就不会怎么。说得很好。那如果你其实事实上是一个 electric field， 一个电磁波过来的时候，然后这里有个电荷，那这电荷还有没有办法继续是镜子？就没办法。为什么？因为它那边有电磁波，因为有电场的。因为它会受到罗伦兹力，对不对？然后会有 QE， 然后会有 QV cross B， 然后因为 E 跟 B 都有 time dependence。所以它就会受到一个力这样，然后它受到力，它其实本身就会动这样。所以你可以用在其他的方式去 drive 你的 charge 怎么动，或者说你让你的 charge 跟的电磁波一起动，那是看你最后要设计做什么样的事情。可是你几乎办不到一件事情，就是成为中流砥柱这样，就是说电磁波过来，然后我有 charge，
我告诉大家，全部都不要动，动我就枪毙你。那，对，It's very difficult。那一般上来讲，它什么时候会不动？就是你用另外一个跟电磁波一模一样的什么电磁波，然后刚好在它存在的那一点怎样做破坏性干涉，那它受的力刚好就全部都是零。可是这种很显然没什么用啊，所以对，就是科学上你可以这样做了，实用上就是不是太有价值，就是不是很清楚这样到底要干嘛。嗯，所以确实是没有错。我们在目前推导的其实事实上是电磁波在传递的过程里面，你如果有电荷的话，其实事实上就会对它做严重的干扰，这样。OK，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所以事实上这个问题很好，这个其实事实上就有点回答到了我们之前其实在讲屏蔽效应的时候是对静电学去推导的，有没有？可是其实对电磁波过来之后，你发现它还进不去。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效应，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电荷的存在可以怎样，可以严重的影响到你的答案，因为手机本来会响的是一种答案，对不对？放进去之后就怎样，就不会响了，是另一种答案，这样，所以答案是不一样的。OK， 很好，还有其他问题？好，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我们现在就进一步再来看一下，我们知道电场跟磁场分别都满足波动方程式了。那我现在要进一步去跟大家讲的是，在它们事实上不是两种波，是一种波。那电场跟磁场之间其实还有关系。OK， 那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就是让我们最后把它叫电磁波，而且它还有附赠小礼物，它就告诉你说，电磁波是横波，不是纵波，而且呢，电磁波只会有两个 polarization。那你如果没有自己真的推导过的话 ，It's very hard to believe that in Maxwell equation you have all this sort of hidden messages。所以这个其实是为什么 Maxwell equation 其实是19世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科学发现。它告诉你的就是说，你把过去的定律用理性的方式整理出来之后，事实上有很多很多漂亮的资讯都在里面。那因为其实他们个别电场跟磁场都满足波动方程式，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样的 electric field 它是 x y z t 的函数写成这个样子，就跟我们之前在学，就是比如说在某一个方向传递的波呢，你可以想象这里有一个什么，有个振幅。那记得一件事情，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是，因为现在电场是什么？是一个向量。我们以前其实波的话都是存量，对不对？它是一个向量，所以它的振幅是什么？振幅是个向量哦。OK， 然后它后面振的方式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sin， 然后 kx 减掉 omega t。那只是因为现在它可以在三维的空间里面传递，所以它就变成 k dot r 再减掉 omega t。然后 in general 它可以有一个 phase， 好不好？然后 B field 的话你就一样画葫芦把它写下来，然后对 B field 来讲的话，它的振幅呢也是一个向量，然后后面的话是 sin k dot r 减掉什么 omega t 再加上 phi b。OK， 那一些基本的概念是这样的。第一件事情是 K 是我们所谓的 wave number， 它的大小就是单位长度有几个波进来这样。那 K 是 wave number， 在这边是向量，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 ，K dot r 其实只是什么？只是 kx x。加上 k y y， 加上 k z z， 所以你可以再一次看到，我们过去学一维的 propagation 就是确实是特例。我们在学一维的 propagation 的时候是 k x 减掉 omega t， 对不对？而且为了教学方便呢，我们把相位就拿掉了。可是因为现在其实有一个电场波，有一个磁场波，那他们俩之间不一定相位要一样啊。除非你证明他们一样，我们待会证明它一样。
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要证明它一样，所以我们要假设它们各自先有个相位，不然就没得证了。你如果都不写的话，它们就一开始就一样了，OK。所以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你怎么去 visualize 这一件事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So try to visualize， 那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就沿着 k 的一个方向的 propagation， 它有个特性是这样的。假设这个是 k 这个方向，你在任何一个 k 的跟 k 垂直的平面上面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一个平面上面，它的 e 跟 b 都怎样？都是常数。比如说你在某一个时间 t 好了，然后在这个平面上的任何一点去看它，你会发现它们都一模一样。为什么都一模一样？因为这上面两点的差距有没有 r1 r2 刚好跟 k 怎样垂直，所以事实上它们带进 sin 的值都一样，所以事实上呢，它们在这个垂直的平面上的值都一模一样。那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就是说这个波它是沿着某这个方向去传递，然后在垂直的面上面都怎样，都是一样，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答案叫做什么，叫做 plane wave solution， 叫做平面波，好不好？那你仔细再去几何上思考一下下，平面波的特性是不是就是这样呢？我如果今天在三维的空间中传递的时候，什么时候叫做平面波？平面波的意思就是我取一个平面，那个平面上的振幅都怎样，都是一样的。那如果今天是球面波，就是它取一个球面；如果今天是不规则形状的波，就是不规则形状上面的都一样。OK， 嗯，那为什么取平面波的话，就是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各位是大一的同学，这样好。然后平面波本身就不容易理解了。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我们刚导出来的 wave equation， 它本身有个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特色？其实它是线性的，也就是它是满足线性的叠加原理。OK， and because the principle of linear superposition works， so you can basically try to understand or analyze simple solutions， and you just combine them together。So you can basically get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solution you want. 好，主要是在这里，就是你有线性叠加原理在帮你，所以你只要研究简单的答案就好了。那人生其实如果有这么漂亮的事情就好了，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你今天要去追一个人，他很难追，那你就想说啊，会不会追他本身是一个线性叠加原理？所以我先追他的头，再追他的手，然后就是跟那个极点一样。然后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老师你很像杀人犯这样。对，这就是线性叠加原理。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有些东西并没有办法满足线性叠加原理。就是如果你追到某一位女生的一个头跟两只手，你可能会被抓去警察局吧。对，因为实在是太恐怖了。OK， 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并不是所有的物理现象都有线性叠加原理。可是如果有的时候，你的人生会过得很顺畅，这样。OK， 所以这是第二件事。然后当然第三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 amplitudes。因为电场跟磁场本身都不是纯量场，是向量场，所以再怎么简化都没有办法简化，所以它的 amplitude E 跟 B 是什么？ are vectors。 那其实事实上为了教大家这个，其实我也挣扎了很久，因为其实课本上教的时候就故意把 K 摆在某个坐标轴，然后把 E 摆在某个坐标轴，然后把 B 摆在某个坐标轴，可是我总觉得那样子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呈现出来就 Maxwell Equation 想要告诉你的漂亮的特色，你待会会可以看得到，好不好？所以我们从刚才的 Wave Equation 其实事实上就可以知道说，诶，这样的东西你直接把它带进 Wave Equation 它就满足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拿来对 x 为两次，对 y 为两次，对 z 为两次，围出来刚好就是 k 平方。然后这个对 t 为刚好是什么？ omega 为两次，对 omega 平方。那我们都知道 omega 跟 k 有什么关系？ omega 跟 k 事实上是什么？ omega 事实上是等于 kc。
对不对？就跟之前学过的是一样，这个 k 是 k 向量的值，所以最后的话，你可以知道这两个事实上都满足我们之前的 wave equation。可是这两个答案，它不应该只是满足什么 wave equation 而已啊！我刚刚只是很辛苦的，像考古学家一样，从四个 Maxwell equation 有没有？然后挖，经过一些整合之后，然后跟你讲说，哎，你知道吗？这里面有两个 wave equations， 对不对？可是 wave equation is more than just two wave equations。OK， 所以 Maxwell 跟我们刚刚其实证明的一件事情是在真空中没有任何 source term， 光可以波动的形式存在。可是如果你今天把它带回 Maxwell equation 之后，发现你找到更多更漂亮的东西。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就看一下，我们把它带回原来的 Maxwell equation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好不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解的解答。So the consequence is extremely beautiful. For instance, let's plug this in into divergent E. 我如果今天去看一下 divergent E 长什么样子，那 divergent E 的定义是什么？ divergent E 的定义就是 Ex 拿来对 X 做微分，加上 Ey 拿来对 Y 做微分，加上 Ez 拿来对 Z 做微分。好，那不要忘记了，这一个的 x component 就是这一个一的 x component， 那它只是个常数而已，所以拿来对 x 做微分，你就得到什么？你就得到 kx， 对不对？所以事实上，这一个微完分之后会得到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对 x 微分，事实上这有 kxx 加上 kyy 加上 kzz， 对不对？所以拿来对 x 做完微分之后，你会得到一个 kx， 然后它的 x component 是 ex。sin 微分是当然就变成 cosine， 然后后面其实就一样，就不用写了。啦啦啦啦啦啦，好，那你就把它写完，就长这样。所以这是第一项，看一下第一项长这样。那第二项的话，就第二项长什么样？第二项很显然就长什么样的 ？k y e y。第三项的话，很显然就长kz ez 这样子，对不对？你就把这些全部都加在一起，然后后面跟的跟屁虫事实上都怎样，都一模一样。为什么？因为这是 sin， 然后里面一模一样对称的东西，所以你把它围完之后就发现 divergent e 事实上就等于什么？就等于 k 这个向量 wave vector dot e 这个向量，然后再乘上 cosineK dot R 减掉 omega t 加上 phi e， OK，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漂亮。你可以看得到一件事情，好像就是说你今天去取它的 divergence， 感觉像什么？感觉其实事实上好像是什么？把 sin 变 cosine， 那是必要的，因为这有微分嘛，所以 sin 微分就变 cosine， 然后它多出来那个向量符号好像就变成好像用 k 取代就可以了，就是 k dot E。那因为我们知道在 vacuum 里面这个是零，对不对？所以你就得到了第一个 Maxwell equation 给你的条件是什么？ k dot e 是什么？就等于零。所以这是 Maxwell equation 直接给你的讯息，这样。那同样的，你可以 repeat exactly the same calculation. So divergent b would then equal to k dot b. 那因为后面其实事实上计算是一模一样，就照抄，只是它的 face 有可能会不一样而已，对不对？然后这个东西因为真空中 W B 还是零，所以你就得到了 K dot B 也怎样，也等于零。所以你从这里就学到一件重要的事情，你就发现电场跟磁场它的 amplitude 怎样？跟 propagation 的方向怎样？垂直。所以从这两个 equation 你就得到了，如果 k 是这个方向的时候，你也感冒了吗？如果 k 是这个方向的时候，那 e field 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这个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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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向，反正只要垂直就好。从这两个，他还没有告诉你 E 跟 B 之间的关系，他只告诉你说 E 跟 K 之间有什么关系，就彼此垂直。那我问你，如果 E 跟 B 彼此垂直的话，这 sin 后面跟一坨看起来很恐怖的东西是什么？是存量，对不对？所以这一个电场的向量是不是跟它是什么一样的？所以你就知道电场跟磁场的方向都怎样，跟 K 怎样垂直。那 K 是波传递的什么方向 ，right？ 所以电磁场就怎样，电场跟磁场就跟传递的方向垂直。那这一类的波我们叫什么？我们叫横波。所以从这里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Maxwell equation 它的 Diversion E 跟 Diversion B 等于0的这件事情就告诉你了，光波本身是什么？是横波，它不是纵波。所以它的来源事实上是这样来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特性。尤其是光在这样噗噗噗这样打过来的时候，它的 E field 跟 B field 都是什么？都是在垂直方向，那不会在就是一边这样戳你然后这样子坐过来这样。所以当光你觉得啊很刺眼，你就可以知道这当初说光线很刺眼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没有学好 Maxwell equation， 因为那感觉好像是光是刺你这样。 It's actually wrong， right？ 好，所以刺眼不是这样来的。 好，我的国文老师一定会很后悔教过我。好，有什么问题？ Good。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接下来就更神奇了。所以我们还有两个 Maxwell equation 还没有带进去，对不对？很显然这两个 Maxwell equation 应该告诉我们什么事，告诉我们其他的事情，这样。好，那你就会发现电磁波其实很简单啊。电磁波就是你所有看到重要的向量都怎样，都垂直就对了。所以我们现在证明的是 K 跟 E 垂直， K 跟 B 垂直。可是我们没有说 E 跟 B 要垂直还是怎么样，对不对？好，所以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算一下 curl cross E 要怎么算。那因为 curl cross E 是等于 I J K D D X E X D D Y D D Z， OK， 然后这是 E X E Y E Z， 所以比如说它的 I component， 你把它划掉之后，它事实上是 D E Z D Y， 对不对？然后再减掉什么？D E Y D Z， 然后这个是在 X 方向的，再加上其他的，好不好？我们就来看这项就好了。那 E Z component 的话，事实上是有一个 E Z 这样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它后面的话，事实上是 sin， 然后拿来对 Y 做微分之后，微完是什么？微完就变成 cosine K dot R。减掉 omega 7加上 phi 一，然后里面的 argument 拿来对 y 做微分，可是这里面只有一项跟 y 有关，是什么？就是 ky 乘上 y， 对不对？所以拿来对 y 做微分之后，前面刚好就是 ky， 然后后面这一个的话也是一样，就同样的把它写下来之后，它因为是在 y 方向，所以其实是像 amplitude 是 ey， 然后 sin 微分完之后呢，就变成 cosine。然后就是 k dot r 减掉 omega t plus phi e， OK， and again you're taking derivative with respect to z， but then the only variable which depends on z is k z times z， so after differentiation you got k z here， so you notice basically the cosine part is identically the same。那事实上是，如果你把它整个微分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在 x component 的时候是 ky
EZ 减掉什么 KZEY。 那如果你今天是去对另外一个做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比如说如果对 J 做的时候，你会得到 KZEX 减掉 KXEZ。 然后如果你是对 Z 去做的时候，你会得到的是 KXEY 减掉什么，减掉 KYEX。 然后大家呢一起乘上同样的 cosine factor， 所以我要再一次强调，就是一般你对一个场去取 curl 的时候，其实它的计算一定不会是这么简单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算出来这么简单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考虑简单的答案。这个简单的答案它的特色就是平面波，所以平面波确实是波动里面就是特别简单的一个形式。你如果今天去考虑球面波的话，这一整个计算就不会这么厚架困，它就会变得很辛苦。那可是前面这个事实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向量啊，它是什么？它就是 K cross 一这一个向量，对不对？再乘上 cosine 什么？K dot R 减掉 omega t 加上 phi 一。那你算到这个为止之后，我相信你现在应该已经摸索出来这中间的规律是什么。你今天如果其实像是对平面波有没有，然后用 nebula 或 del 去作用的时候，你发现了就是只要掌握两个准则就好了。如果你一开始天纵英明的选了你的这个 sinusoidal oscillation 是 sin 的话，就你微完之后 sin 变什么？cosine。 为什么？因为微次嘛，所以 sin 变 cosine。 然后向量的部分就怎样，好像就把这个东西当什么，当 k 就好了，然后就 cross 原来的 e field 就好了。所以感觉好像什么，感觉好像是其实事实上就是 k cross e field 就变是这样，然后只是把 sin 换成 cosine。 然后确实其实就是这样子去算，你会发现它都是一样的，因为代数事实上是这个特性。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帮忙之后，我们今天如果去算另外一个 Maxwell equation， 它就变得相对的简单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果我们今天去看把 E 跟 B 连接在一起的 Maxwell equation 的话，你会得到什么样的事情呢？所以我们如果今天从 curl cross E等于负的 dBdt 这样的 equation 出发，那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讲 curl cross E 是等于什么 K cross E， 对不对？然后再乘上什么，乘上 cosine K dot R 减掉 omega t 再加上 phi E， 对不对？那如果是今天要满足 Maxwell equation 的话，它就应该等于负的 dB dt。 可是 B 拿来对 t 微分相对就简单很多很多，因为它跟你所有的向量其实都没有关联，所以你就把它照抄起来就好了。它就是负的什么 B 向量，然后 sin 微分就变成什么 cosine， 对不对？然后对 t 微分，因为是负 omega t 会多出什么，会多出负 omega， 然后就变成是 cosine k dot r 减掉 omega t 加上 phi b， right？ 我一开始假设他们 phase 不一定要是一样的，所以你要记得一下下，这个写下来之后，这个其实都是常数，然后这有两个 cosine 的函数。所以如果这个等式要对，就是对所有的位置跟对所有的时间都要对的话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什么？ Phi 1跟 Phi B 要怎样？一样，不然他们永远不会对起来。所以你从这一个等式，因为这个等式它不是只是在某一点成立，它是对所有的 R 跟对所有的 T 都要成立，所以事实上你得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 Phi 1等于 Phi B。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那向量的部分事实上应该要对起来，
所以 k cross 一要等于什么？要等于 omega b， 所以是这两个都要成立，然后你最后才会怎样？你最后才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一般其实我们为了教学方便起见，其实可能就是在当初的时候就默默的把它弄成是一样，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嘛。所以可是事实上等到你真的带进 Maxwell Equation， 你才突然发现说，老师我被你骗了。对啊，我们再稍稍倒带一下，我从四个 Maxwell Equation 导出来两个 Wave Equation， One for E and One for B， 怎么听起来很像童谣？然后所以我今天考虑那个真的很像童谣，然后那个完蛋了，我现在大脑转不回来。所以你对 E field 跟 B field 来讲，其实事实上 E field 可以用50Hz 振啊， B field 可以用什么260Hz 振啊，他们为什么要是同一个频率？他们就两个波而已啊，一个是电场波，一个是磁场波啊，所以一个叫电波，一个叫磁波， right？ 可是你现在就知道说，如果他要满足 Maxwell equation 的话，事实上他真正的条件是什么？是Electric field 的 K 要等于什么？ Magnetic field 的 K， Electric field 的什么？ Omega 要等于什么？ Magnetic field 的 Omega， Electric field 的 phase 要等于什么？ Magnetic phase。 所以我刚才呢就是对庆祝愚人节，其实一开始就是默默的欺骗了大家的感情，就一开始假设它是一样，然后你们也就很快乐的在没有先决条件就相信它是一样，事实上那是需要证明的，好吧？所以在这边其实从此之后你就应该知道了，电波跟磁波本身是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事实上是有相关联性的，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叫做电磁波。 OK， 所以这个是这个 phase 相同，就告诉你 EMM field electromagnetic field 就正式的诞生了。那你接下来的话就更神奇，你就看一下下面这个东西哦。下面这个东西其实告诉你说，哇哦 ，K cross E 就等于什么？就等于 omega， 然后 B。那我们用一下 omega， 事实上是等于 K 乘上 C 这个特性。那 omega 等于 KC， 然后两边同出 K 之后，这个就变成是什么 ？K 向量，所以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单位的。cross E 向量就会等于什么？但这剩下一个 C， 所以就会 C 再乘上 B。哇哦！所以这告诉你什么事？这告诉你知道了 know E， OK， then B is known。 所以这个其实事实上是很有趣的，你现在就变成是你只要知道什么，你只要知道 electric field 的方向， B field 就怎样就知道了。所以你从这个关系是可以看到什么事，就是如果这个是 propagation 的方向，叫 K 好了，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知道了，那 E field K 是这个方向吗？不行啊，它一定要是什么垂直的。那比如说 E field 你随便选一个好了，假设是这个方向好了，那 E field 如果一旦选完之后它是个 amplitude 对不对？所以 K cross E， K cross E， 你最后发现什么？ B field 就在什么？就在这个方向耶。而且事实上这个式子还告诉你 E field 跟 B field 之间的大小都怎样都被决定好了。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得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样的重要的事情？就是 KEB 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右手系的什么直角坐标系。 OK，因为他们满足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关系式。那在这个表达式里面，因为这是单位向量，然后他们彼此之间又都垂直，所以他告诉你 electric field 的 amplitude 的大小， electric field 的 amplitude 是一个向量的大小，跟 magnetic field 的 amplitude 的大小，他们中间的比值刚好是多少？刚好是 c， speed of light。 你不觉得很神奇吗？就是说当今天一个电磁波在传递的时候，那个 C 除了是说这个波传得多快，它还告诉你什么事？它还告诉你这上面 electric field 的振幅跟什么跟 magnetic field 的振幅，它们俩之间关系刚好也是什么？也是 C， 所以 it's a C everywhere。 所以就是它其实事实上是一个就很酷的一件事情。那你现在可能就会觉得说，诶，那我们不是玩完了吗？就好像所有事情都知道了，嘿，可是我们还有一个 equation 没有用啊。
所以这个理论用下去之后，会不会给我们什么新的东西呢？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剩下最后一个 equation。So we got the last Maxwell equation, and the last one is this one. Curl cross B equal to 1 over C squared, and then dE dt. Okay, so following exactly the same algebra, this is nothing but K cross B, and then cosine K dot R,minus omega t plus phi b. 那在这边的话呢，这个是 1 over c 平方，然后对一拿来对 t 做微分的话，会围出一个负的 omega， 会围出一个负的 omega。 那其他的话基本上就是照抄，然后只是 sin 变成 cos 而已。So the argument is pretty much the same that you got. The first conclusion is, so you just got re-emphasized again, and now it's a phi b equal to phi e. So the phase got to be the same. And then we remind you one more time, if you assume this k and omega are not the same as the electric field, now they should be the same. 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当电波跟磁波在传的时候，不可能实际上频率或 wave number 不一样。他们是完全必须要一样才有办法一起传的，所以你不觉得这很酷吗？这真的是非常酷的。这就是说，我们再回到那两条鱼的例子，就是有一条鱼叫 electric field， 另外一条鱼叫 magnetic field，OK？、Okay? 所以就是小磁跟小电。那他们不是互相吐口水，然后就是假想自己徜徉在汪洋大海之中吗？那为了要满足 Maxwell 的，他吐他口水的频率必须要怎样？跟他吐他口水的频率是一样，你知道这个是很漂亮的一种，就是如果你看一下两条鱼，然后就这样互吐，然后经过八分八秒钟到地球上来，这是很令人感动的和谐的一种症状，你知道吗？这没有任何人吃亏，真的没有。这条鱼说吐两次之后他才吐一次，他说：“为什么我吐两次你才吐一次？”然后可能跟他讲说：“可是我吐一次的量是你的两倍。”他说：“不行，这样是不行的。”所以他们就吐的频率要一模一样。然后它才能够这样传递过来，不然那两条鱼就会分家了。And the solution doesn't exist. So try to appreciate the important things of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 And then the second one is simple. That is K cross B equal to, there's a minus sign, minus omega divided by C squared, okay, and E.那这个我们就稍稍的把它 massage a little bit。 Omega 的话是等于 KC， 所以呢就除完之后，这个还剩下一个 K， 这还剩下一个 C， 把 K 除过去，把 C 乘过去，然后经过完之后，你就会得到 K hat cross CB 就会等于什么负的一这个向量。那我们要就是你其实事实上只要稍稍用其他的东西证明一下，你就会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了。事实上，如果你几何够好的话，你根本不用接下来证它任何事情。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今天 propagation 这是 k 有没有这个向量？如果你今天取了一个 b 好了，那 k cross b 是什么？是往下，然后再加什么负号，噔就往上，所以它的 electric field 应该怎样？应该往上。而且呢，因为它们都垂直，所以呢，它的大小是 c 乘上 b 的 amplitude， 就等于什么 electric field 的 amplitude。所以它们是事实上，你光从几何上就可以看啊，这两个图是什么？是一样的。那它们确实也是一样的。好吧，那一样的话呢，我已经写在那个就是笔记上面，你们可以自己用那个三重积的，不然就是用 A cross B cross C 的特性，很容易直接可以证出是一样。那你画几何上它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事？这告诉我们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个电磁波其实不是只是横波而已，它是什么？它是横横波这样。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就是看一下这两条可爱的鱼这样。就这两条鱼，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鱼头的方向都不是朝着 propagation 的方向，所以它们是横波。真的，你又回去认真的想象一下，而且这两条鱼本身还怎样？就还垂直这样。然后，所以可以想象那件事吗？它们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方式，就是到达地球的。嗯，就是两条垂直的鱼，然后这样互吐口水。所以我在想的时候，就在想说，哇，那其实事实上还不太容易吐这样。嗯，可是重点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是以垂直的角度互吐口水，然后就往垂直的角度继续做 propagation。所以电磁波本身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波，它是什么？它是所有重量的向量，既然是电磁波，电告诉你电场的方向，磁告诉你磁场的方向，波告诉你波前进的方向，所以电磁波有什么？有三个向量，这三个向量就是电垂直波、磁垂直波，就是它们事实上是两两互相垂直的。So that's really really beautiful。你如果没有自己经过这个代数，其实你很难去理解说 Maxwell equation 里面居然背后藏有这么漂亮的特性。那所以你一旦知道了说电磁波除了是横波以外，它其实事实上电场跟磁场彼此还是垂直的。那因为它们有这个特性，所以就看你个人的喜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因为波传递的方向是给定的嘛，所以你只要知道 electric field， 你就知道 B field。当然你可以逆过来，就是如果你知道 B field 之后，你就会怎样？你会知道 electric field， 看你个人的喜好这样。那我个人是不偏好神秘主义者，所以呢，我就觉得 B field 是什么？是跟班的哦。所以我一般都是用 E field 来做取代，就是作为前驱的整个方向。所以你在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我如果给定一个 propagation direction。那会有两种什么独立的 electric field 的取法，一个是 K 是这样，对不对？那我的 E 呢就取作什么这个方向，对不起，我应该用同样的 color code， E 就取作这个方向，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我的 K 还是这一个方向 propagation，然后我的 E 呢就取作这一个方向，然后我们就借助一下这一个特色 K cross E， 所以这里的 B field 是这一个方向，那 K cross E， 所以 B field 是什么？是往下的。 OK，所以其实事实上你就有两种独立的什么，两种独立的解答这样。所以这个其实事实上是我们一般在光上面为什么偏振片可以有这个特别的效应。然后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曾经思考过，就是说诶，为什么光只有两个什么偏振的方向哦。所以光只有两个偏振的方向其实事实上是来自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活在三维的空间底下，然后光是横波，那光是横波，所以它的 electric field 怎样？就只有两个独立的方向。可你在这边特别特别的注意到一件事哦，如果电磁波本身不是什么，如果电磁波本身不是要这样连接在一起的话，电磁波的方向 polarization 不会的，不会只有两种而已，它事实上有多少种？有无限多种。我再讲一次，本来其实事实上你可以独立上面有这样的组合，有没有？可是如果今天这两个东西事实上是独立开来，所以 E 跟 B field 之间可以有任意的夹角这样。所以事实上你是因为 E 跟 B field 两个就是怎样，就卡在一起了，他们卡住了，就是没有所谓的电波跟磁波，事实上是电磁波，所以因为是卡住了，所以最后其实事实上只有两种独立的模式这样。那这个也就是我们 polarization 的来源这样。那你当然可以把这两个独立的选法就是混在一起，如果你喜欢动态的话，就是说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线性的一个取法，这个叫 linear polarization， 也就是说一个光打进来之后，你发现 E field 都在这里正，那 B field 都在这里正，那另外一种是光这样打进来，然后 E field 都在这里正，然后 B field 都在这里正，
你可以把两个混在一起做，就比较酷。就是说，波是这样传递，有没有？那两条鱼怎样？就是在旋转这样，然后沿着射过来的方向看，有右旋的什么两条鱼跟什么左旋的两条鱼，那个就比较怎样？就比较酷，非常适合拍动画。就是如果你今天要用两条鱼做成动画的话，你就会用这种右旋光跟左旋光。那他们只是不同的 basis， 可他们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你没有其他种的可能性。OK， 所以我希望大家回去可以稍稍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说我们今天其实只用到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向量的关系式，我们就可以推导出这么漂亮的背后的物理现象。所以希望这个的话，就是大家对这个 Maxwell Equation 可以有更深刻一点了解，好不好？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边为止，谢谢。